星期三这个商场的观众眼睛吃晒冰淇淋，有泳衣素体，最有心就是何傲儿，好瘦啊，瘦到 no nude bra 了。我以前都不敢同人讲我120，迟迟后，但我今天磅是105磅，我想大家有新想用啊，不要再拿我选港姐那些肥猪猪相，因为我选港姐那些其实第一 baby fat， 第二就是因为太大压力，所以我由选 first in 到了比赛那天我都没有 period。